我说了算。当然。别跑了。怎么样？先休息一会儿，交给我了。炸飞他们！手套是让人看的，本事都是你的。 感觉得在这个草等着，他有说法的。带个大瓜一点，他自己也死了，给到10个，哎不赚。 这可没Q到。要是我不知道规矩，那我又是怎么破坏他们的呢？我最喜欢宅心的观众了。 其实可以卖，我觉得卖他们应该输了。这波线压不了，这波线没事压不了。我想回的呀，这波不是很想继续打。 我很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。 这么肉啊！点烂掉了，这波又被抓了。不会在探险手记里把这一点小小的不幸删掉的。试验完成。 又被抓了，去了一个奇怪的位置，然后奇怪的死掉了。确实好抓啊。哇，还是死。 偷这个字。喂，解释物，杀手。反正就是英雄会干。 还是死了。我从不失手，但我会空放几枪以示警告。眼睛睁开，花日天就去。肯定是被一只蚂蚱啊！事情完成。 自己。当世界处于毁灭的边缘，打起身手。阿玉。好吧。been slain.有些人说我是英雄，这是他们说的，不是我。随便反正。这把要先出影魔刀了，他们中野发了中。 对面的中野发育太好了，不出影魔刀，团战顶不住。我会挖出远古的秘宝，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。听起来我是在犯罪。你可以把账单寄给我叔叔的博物馆。哎呦，这装备，我还好是中野双 AP 的。 中野双 AP 的话，有的打的。要收据吗？我的会计很能干。我来自一个探险世家，天生就有这样的阅历。小胖，炸飞他们！ Rampage。暂停一下，各位，我不在的时候都别动手。 我可没说过这些无价之宝要拿来卖哦。唉，其实这把哎打软斧带强攻，这把给打时光带征服这也可以的。时光这个英雄他会出肉的，所以打时光其实带征服的也还可以。 还是死了1000块钱，没拉扯好吧？那个，时光还能控我蛮久的。对，这时光还控我蛮久的，我感觉我以为不会控那么久，所以想着拉扯操作一下。有点可惜吧，这是。 这样子打不太舒服。 一定要一阶平 A， 直接 EQ 的话，他就有可能直接叫闪现，但他平 A 出暴击。碗里面，这里面应该放在博物馆里。我可没说一切东西都要。 的路就是无聊的路。快点进来观众吧。 听到你别死就行。这个我有点压不好提升啊。 大天复活甲压提升，我也知道怎么压。这个时光老头的，我确实有点不知道怎么压哎。哎，怎么这个一技能飘的？可惜，哎，我不该想着操作的，我有点想操作了。有一说一，确实是我的问题，不好意思。 我没注意小龙快刷了，挺尴尬的，那就全看打野了。不过很难，有人会来看他的。大塔推掉了，还有屠龙给这个。 给了就给了，龙魂300吨，哎，其实还是蛮多的，300吨。我在这儿呢。我从不失手，但我会空放几枪以示警告。 Shut down. 不行啊，这剑姬我打不了。这个剑姬，我说实话，我确实打不太了他。这个剑姬啊，谁要地图啊？ 很开心，阿燕，生活美好。管理节奏。周围的环境，我现在周围一片黏糊糊，而且说不定。 家要没了。相信队友，只能相信队友。完了，队友倒了。 唉，相信不了一点力。